有機會入馬場玩咧，家四口。今年的活動呢都挺特別，難得一次有機會由你這裡玩，好開心。個個都可以一家大細咁嚟。Today's the day she gets to see horses up close.騎馬嘅時候好玩。恭喜發財！